来不喝点小酒吗？能不能不提喝酒？生理性不适。怎么啦？前几天遇到个相亲男，给我留下了阴影，从此对喝酒的男人是一身黑。说吧，今天叫我出来什么事儿？不会真的找我喝酒吧？当然不是。就是我有个朋友，他想找个对象。能不能不见？不行。哎，来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快快，可真是我的好闺蜜。快去。你就是刘萌萌？是的。你在做行政清单？是的。你很符合我的审美，和我一起喝吧。你就把工作辞了，专心照顾家里吧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你放心，我有钱。我晕，这也太自以为是了好吗？看你这么漂亮，一定很喜欢小动物吧。目前我家里有两只狗，三只猫，他们都交给你了。我喜欢小动物。亲戚们每逢周末都会来家里聚会，我工作忙，到时候需要你去招待，我零用有的是钱。我感觉你还有顾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李先生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是来相亲的，不是来应聘保姆的。妈妈，妈妈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忘了跟你说，我还有个女儿，麻烦你照顾。你放心，我会定期打钱给你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车房我都给你买好了，保证你衣食无忧。不行啊。萌萌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觉得吧，嫁个二婚说出去太难听了。好听能当饭吃吗？傻。可他还有个四岁的女儿。有女儿怎么啦？直接当妈。你都不知道我生我女儿的时候有多痛。拉倒吧。啊？什么？拉倒吧，安妮，我可是新时代独立女性，绝不为半斗米折腰。哎，随你吧。帮我回绝掉。